2018南投闪耀新年轻跨年晚会，吸引超过万名民众热情参与，并于南投县立体育场热闹举办。本次活动不仅有来自南北各地的歌手及乐团，更邀请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名侦探柯南与民众互动表演。今天吼是咱的中华民国106年，啊，都过差不多一点钟吼，较无甲一点钟，就咱107年的今日跨年晚会。啊，咱南投县政府咧有今年甲台湾人拢共款办两位，第一位就是咱的南投市体育场遮，啊，第二位就亲近农场遮。按这两位咧，人拢安尼踢甜踢甜，今日现场遮大约差不多是106个。这个做青年朋友，甲咱的所有的南投县这乡亲吼，啊，咱就是咧，虽然今这寒冷，人嘛真正济。会场周边摆设的市集摊位，包括在地农产品、美食、文创商品以及游戏体验等。最后倒数时段，也与亲近会场连线，让两地民众一同倒数迎新年。县议员陈安利、余秀莹祝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顺遂。2018祝大家平安顺遂。谢谢大家，在2017最后一天，我来这边祝福大家一起快乐幸福。在明年2018年，我祝福大家一起发财，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。县议员曾正言、陈汉丽、余秀英一同与民众倒数迎新年，一同庆祝全新的一年，并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民意新闻陈建豪南投采访报道。